上集武林之尊选拔赛中，我们不但选出了轻量级的武王，重量级的比赛也告个段落了。激烈的战况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呐，就连蓝婆老师还有小春老师忍不住下场的笑是伸手一下了呢。而最让人期待的重量级武林之尊选拔赛也要开始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武林至尊呢？让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喽。直接让野兽抽那个、okay, 直接来吗？直接来，好啊好啊，在一起做奖评嘛，对不对？吼，抽过抽过，野兽刚满16岁没多久的这个年纪 ，House， 呀，啊啊啊，啊嘞。哇，你真的会跳 house 吗？不会，所以刚刚那个所以刚刚把那个助跑的 feel 融在里面是吗？你不会跳 house 没关系，但是不要像号刀。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运气啦，因为其实各种舞风本来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在考你的那个反应。House 它不一定要跳 House， 可以结合你的雷滚的东西做一些你即兴的表演。可是你放空的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但是以这个年纪很厉害了，16岁。弟弟李贝现在有没有坐在里面会 House 的？哦，谁谁谁？是 House 哦，小杰。呀，来了。Fine, yeah. 哇！Got the dance, got. 哦，是这种 feel 啊！不不，退我。哎呦！野兽，野兽，再来一次，给你个机会。Dance, g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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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ance, got, dance, g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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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ance, got,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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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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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我看懂了，我看懂。你看懂了？他是算是 house 界的恰恰。一直不断的前进跟后退，有没有？恰恰好。其实 house 很简单啦，每一个舞蹈都有，你就记得脚装忙就对了。嗯，你就不断来一拍，不能两拍，你就脚一直踢，脚一直脚装忙，好像吃饭啊。哦，不懂。Terry 会吗 ？Terry 会啦。Terry。啊，哎呦，哎呦喂呀，哎呦，哎呦，哎呦呀，对 ，nice， 对对。翘臀的，对我只注意到臀部。哇哇哇哇哇哇！翘了。脚很忙的感觉，哇！对，脚装忙，你看脚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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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软绵绵。对，对了，这就是拍手。哎呦，果然这个威廉应该也蛮厉害的吧？哦，不要啊！好了好了，怎么样？我们现在马上进入讨论时间，看看谁可以获得第一名，而且还可以跟我们的黑蜘蛛 PK 哦。黑蜘蛛有加码的机会哦。重量级的武林之尊选拔告个段落了，三位参赛者无论是在各自编排的舞步或是临时抽考的舞风测验上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看来又是个让评审难以选出胜负的比赛了。而最终武王还是要选出来的，究竟谁能获得胜利呢？成为重量级武林至尊。重量级的比赛，没错，重量级的比赛，我们三位呢，好不好？一二三，小马、Echo 和野兽，我们要请我们小春老师，小春老师来讲，把这1000块的奖金和我们缎带要给他准备好来，好不好？好的。重点得奖的就是第一位，是我们小马。哇！获得我们这一组的比赛冠军，1000元奖金。那个 breaking 有加到分，但是小春老师有一个但是，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第一名，还有另外一个第一名，真的吗？哪一位？剩下两位的其中一位，是的，他就是野兽。厉害
百呢，马上。小马这样不预算不足、啊。对啊，不是很高兴哦。为什么有两个人呢？因为我们刚才三个评审讨论过，就是小马的加分题有帮他得到分，嗯，可是野兽的他的指定曲他表现比较完整，嗯，哦，所以我们讨论了蛮久，觉得他们两个是同分，真的。但我觉得现在心情最复杂的是 Echo， 是想说骨盆都快摔烂了，骨盆都摔烂了，但对啊，整个哎，好了 ，I'm sorry， 好不好 ？Echo， 你先往那边那个转圈圈出去一下 ，OK 的，有机会，下回，下回。重点是这两位呢，我们也没有那么轻易的。对，有奖金，但是有一个机会给你们，可以 double double， 还可以再加码的机会哦。怎么样可以 double double？ 你知道吗？是我们有这个黑蜘蛛要来 PK 了，哦、That's right， 我们 battle。黑蜘蛛呢，先把他给请出来，不是开玩笑。Wow. 高手中的高手是我们谁？哇！帅啊！好久不见了，包包。重点今天以黑蜘蛛的形态来，对啊，被抹黑了，这张黑脸啊，好可怕，沙桶包，无聊。沙桶包，你这样像话吗？但是据说某某这一组是中量级，嗯，所以他要让一只手，你要让一点，中量级这样还好啦。中量级让一只手，有没有被看扁的感觉？整个被羞辱有没有这种 feel？ 不行，不行。好啦，两个跟你 PK， 让一只手，谁跳得比较好的就可以 double 他们奖。是我们放一个指定曲，然后他们来 freestyle 的 battle。呀呀呀！来进行 freestyle go。Oh my god！ 小马 go， 小马 go， 耶耶耶！哇哦！哎呦！哇哦！少了一只手的黑蜘蛛有没有办法？还有他亮两只手，亮两只手太过分了，好羞辱！哇！耶！傻眼了，现在哦哦哦哦！哎、欸，怎么抓蜘蛛的？什么在干嘛？哇哦哦哦！天哪，好厉害，好厉害 ！Oh my god！ 小马，小马 ，go！ 开车的 feel。我的天哪，不要混了吧，这是小马加油，尽力尽力尽全力，野兽有点豁出去了，好，拍手，拍手，来。